是，诸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，陀佛请掀开经本第一百三十二页，经本第一百三十二页，从第二行第三句看起。 世间有此，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入其幽冥，转生受生，改心一道，故有泥犁禽兽、怨匪软动之类。譬如释法老鱼，具苦之心。 从这一段文开始讲的杀生恶，将来死后所显的少报啊，痛报是你这一时遇到。 少报是指死后多三途而逃，世间由此目前现实。那就是前面讲的欲为众恶，强者弗若。 转向客贼，残害杀伤，别想吞蛋。你不信，这一层因果，随着自己的望强者俘虏。 造作这杀生害命的罪业，啊，然后现世痛报之后，因为这个杀生的原因，受终之后果报来了。 入其幽冥，幽冥一般指的地狱、轨道啊，称为幽冥界。转身受身，改心一道，在这里头啊，偷盗、轨道、转身受身啊。 你现的就是轨道的相，到地狱去受身，那又是改行一道了。故有泥犁、禽兽、怨肺软动之说。泥犁讲的是地狱，怨肺软动。 啊，禽兽怨飞软动，那就是出生道，那就给我们说了，因为杀生恶，将来的烧爆。是在三途恶道啊，底下。 做个比喻说说，譬如世法牢狱，好比世间法一样，你犯法了，被抓进关牢里头去，在牢里头受种种疾苦的刑罚，叫惧苦极刑。 就而已啊！啊，这世间我们能够听到、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刑罚，再怎么严重的，诸位，绝对比不上三途二道。 这苦痛，而且是源源不尽。那因为三途恶道的刑法，世间这世尊在很多经典里头有给我们介绍，何止叫苦不堪言呐、啊！ 不晓得该怎么样的来形容，三途二道啊！我们借着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来认识你杀生的罪业，一旦果报现前呐、啊！ 那么受众之后，你就是堕到三途而道去。说烧报，用猛火燃烧这个说法。 佛经里头给我们讲的三途二道，三途，啊，有的用道途的途，糊涂的途没关系，都一样。地狱叫火土。鬼道叫刀土 畜生道叫血土，佛经里头把地狱形容像一片火海一样，火土。鬼道的众生胆子小，疑心病很重，他们过的都是在那种惊慌恐怖的日子里头。 佛说刀一直在担心怀疑，人家拿着这个刀，拿着这个武器要加害于他，所以叫刀徒。投胎做畜生，大部分还债流血而死，所以称为血徒。 在经里头给我们介绍三途苦，诸师大德门从各国经典里头啊，把它摘录下来。啊，有一本书叫《法院珠林》，哎，你去找里头，对我们，呃。 世尊为我们介绍六道的这个情况，都汇集在这部书里头，我们可以去看。三途苦里头最严重的，那算是地狱了。 而佛经里头给我们介绍的地狱不简单，小地狱、大地狱、阿鼻地狱，介绍的很多啊。为什么那么多呢？业报所感。你要没有造这样的夜莺的话。 你就绝对感受不到这个地狱的果报，找不到啊！啊，那你看，那个真正的重点在于你造作的这个恶因啊。那么，若要说，我们到底造什么一个业啊，才堕到三途恶道去啦？ 笼统说嘛，我们烦恼习气、贪嗔痴、着急、重这杀盗淫妄的罪业，这都是笼统的说但是确实有它详细的前因、后果。你造作不同的原因吗？ 那么地狱就有不同的果报，凡堕地狱的，只为一桩事而来的，受刑罚。你接受刑罚呢，就是还债，是地狱众生啊，天天这是忙得不得了啊。 忙着什么？忙着还债呀、啊，忙着被这个地狱的这些这个狱卒啊拉去受过报啊，没有休息的呀。那你想，地狱啊，一旦堕到地狱。 哪有可能？说我出来了再回去的啦？没有，必须要刑罚国报受尽，才有处理的一点。但是呢，时间太长了，不同的地域。 还有计算不同的时差，那要要按一般说法呢？啊，一般的地狱也跟我们人间有时差。啊，在地狱一天等于人间三千七百年，这个时间差的太远了。 去到地狱的众生，最短命的以那个三千七百年一天来计算的，一万岁、一万年；长命的真的万万年呐、啊。其中这阿鼻地狱无间。 那堕到阿鼻地狱去有没有处理的一天呢？有。那如果说掉进去就不能出来了，那还怎么叫轮回呢？只不过是时间太长了啊！这个掉进去的人啊，几乎自己都已经绝望了，求出无奇了。 所以叫阿鼻地狱啊，啊，而这个地狱完全是业力所感召，跟谁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管地狱的啊，阎罗天子，还有很多这些。 狱卒，啊，我们民间常讲的，呃，牛头马面，他们不过是执行任务的这些众生而已啊。一旦到地狱去，该受什么样的果报，绝不会出差错。 所谓是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不爽就是不会出错。哎，世间法官给你判刑呐、啊，有时还会错判的，错判的那就叫冤枉了。啊，那么诸位堕到三途恶道去，有没有不小心掉下去的呢？没有。 该到哪一道去投胎的，决定是果报现前，是我们造作的因呐、啊。遇上的缘成熟了，当这个果报现前、业力现前的时候，你就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因。 或者遇不上这个缘，他就没这个果了啊，这个地狱的刑罚太可怜了。佛在经里头每一次讲三途二道，都把这个地狱道。 讲的特别仔细，讲的特别多。为什么？看看我们一生，我们所造作的，虽然说贪心变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做畜生，但是你把这个贪嗔痴啊，再把它详细来研究的话。 那就是我们一生的烦恼心气，表现在你的贪嗔痴做代表，然后落在我们身口意三业的造作，然后你。 害了多少人？所以才说杀生，堕落到地狱去，受这个国报严重啊，就是去还债的。 时间又那么长，苦不可言。那么一般幽冥孩子的轨道，幽冥有阴暗的意思啊。鬼也分很多种类多才鬼那就好命鬼啦、啊。 过去啊，呃，他过去生虽然造罪业，但是修的福报很大。那福报大的人，造理由升天，或者阿修罗，哎，也可以到人道来投胎。鬼道也有一类。 专收留这些福报大的，他为什么去做鬼呢？贪心太重。经常给我们形容的鬼道，他的情况也跟我们民间几乎一样。啊，这些大鬼小鬼呀、啊，他的生活也跟我们人一样。 而且他们活动的空间也跟我们一样，只是有不同维次空间而已。他们的喜好一般都是在傍晚以后，啊，属于比较阴暗，啊，这个时候开始啊，是他们活跃的时间，哎。 刚好跟我们相反嘛，啊，我们到这个时间呢，都累了，都要睡觉了，啊，但是正好是他们活动的空间，啊，但是娘不相妨碍，他做他的事，我们干我们的事，啊，除非啊，你真叫做跟鬼有缘，那才叫撞鬼了，啊。 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么我们人与鬼互不相干。可怜的是，还有另外一种鬼，叫恶鬼，饿极饿啊，不是饿了几天几天几个月啊？打从他掉到恶鬼道去。 他就没有机会吃到食物，像经上所讲的那一种，食物拿到口边，化成火，把他的嘴巴给烧烂。哎，看到这个好喝的饮料，放到口里去，马上变成发臭的脓血。 虽然饿了那么久啊，那他、个、吞都吞不下去，那你可以想象这种折磨，看得到吃不到啊。另外一类饿鬼呢，肚子大的像个瓮一样啊，可以装很多食物啊，偏偏呢、啊、喉咙细的像针都放不进去。 你是食物再好，都放不进去啊，也是看得到吃不到，啊，这就是恶鬼道，他的苦，而且鬼道众生，嗔恨心很重。 看到别人有的吃，自己没得吃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怨恨心呢，很容易就被牵引起来。啊，那么嗔恨心牵着自己，那你说鬼造不造业？造业。啊，你看佛门呢、啊，讲这个吃饭，早上。 是天使、天人早晨吃饭，中午佛使，呃，好比我们是佛弟子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午吃饭，过了中午就不吃了。午后呢，特别是晚上，那是鬼吃饭，啊，过去寺院丛林啊，有开园的。 也告诫弟子们，哎呀，如果真非不得已啊，你晚上呃要吃饭的话呢，啊，你那个碗筷的声音呢、啊，不能发作起来。为什么？这鬼道众生啊，听到动碗动筷的声音，有的吃了，啊，但是他看你吃，他自己没得吃，成恒心。 只有加强他的罪业而已，所以午后不食，那也是对鬼道众生的慈悲怜悯啊。那么你看，佛经里头有很多超度的仪鬼。啊，就是借用着这些咒语啊。 来解除他们的饥渴，啊，放的很多的供品，啊，然后主法和尚呢，啊，通过观想来变化供养这些鬼道众生，这样子。 他们才有啊，才能借着这个机会求饥渴。那如果是平时，真的他们没得吃啊，这就是他们的苦。鬼道众生寿命也长，《牛的经》上说啊，不同的鬼了。 鬼道一天，我们人间一个月；有的说鬼道一天，我们人间得五百年。那么以这个计算的话，他们的寿命一千岁，长命的叫千千岁，这个时间也很长。啊，那么刚才说。 二轨道除了受饥寒饥渴，整个轨道叫刀土，惊慌恐怖，他们受这个精神上的折磨，畜生在这三途里头算是比较好一点。 啊，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啊，能投胎来做畜生的，几乎都是还命债来的，所以叫血土。哎，也有福报大、好命的畜生啊，我们养的这些宠物啊，或者世间那些受保留的稀有品种啊。 那算是畜生道里头命好的啊！如果是苦命的畜生，不只是被人宰杀啊，下油锅了。你看，他一生也受尽了太多的折磨。 这个不妨我们可以看一看。那今天我们杀生吃肉，我们要吃的是众生的肉啊！但是诸位看看现在，人的心就是贪啊，所以养的这些被宰被杀的畜生。 叫做不人道。这一种畜生，这一类畜生，大家都在想着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来养它，然后它提供它的肉类来供养我们，所以。 社会新名词叫什么呢？经济动物，就是钱花的少少，不多，但是呢，是这个收获的时候呢，呃，赚的很多。你看，现在养鸡多少天可以吃啊？二十天，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一只鸡，小鸡那么大。 二十天就可以变成一只大飞机，那里头的道理，大家也不难明白了。啊，哪一种传统方法养鸡呀、啊，可以二十天就变大飞机的没有？你你想想以前咱们小时候，想象，哎，家里养鸡没有？ 几个月到半年，养不出一只鸡来。经济动物啊，猪六个月，从一只小猪六个月就可以上称了。同样的，其他的动物，只有我们细细观察之下。 这些提供给人类宰杀的动物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从一出世下来，它就是受折磨。你要不信的话，去看看人家养的鸡农场啦、猪农场啦啊，这些动物农场啦。 就回去看看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动物啊，从一出世，他就受虐待。啊，他是还债来的呀，他受虐待，一直到他被宰杀。你莫要说，苏师傅啊，这些都是鸡鸭牛羊啊。 他能明白这一些吗？只要是觉得自己呀、啊、命珍贵的人，这这些动物、这些是这些生灵，都会爱惜自己的生命。当他被宰被杀这个时候，天生的。 自信，那一种啊，惊慌、恐怖、怨恨，不比人教的呀？你以为它是低级动物，它就没有这种感受吗？而如果没有这种感受，它又何须惊慌、恐怖的，要逃了？哎，你要杀了我，那更好啊！你这一刀了结下去的话，我这不就超生了吗？ 哪一只动物宁愿自己超生的？没有。啊，那你说师傅啊，你不是说他也是来还命债的呀？那现在他投胎做鸡鸭牛羊啦，让我们宰杀，不就正好还我们的债吗？是还债没错啊，但是诸位，当还的不是心甘情愿的时候。 那叫什么呢？旧债算清了，新的债又重新填下去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杀生吃了它，变成我们欠他了。明天呢，又换成他杀生来吃我们了，互相吞蛋嘛。 所以这个你要说是还命债，但是有代价，冤冤相报。如果你不想要有这种冤冤相报的代价，那就在任何一次的讨债还债当中，其中一方取消。哎，比如说现在。 对方沦落着畜生了，轮到我要吃他了。那现在我明白了，吃人半斤得还八两。我今天要吃你八两，那是前世你欠我半斤的，该不该还？按理是该还，但是他又还的不是心甘情愿的呀。或者说，我不小心呐、啊，不只吃个八两。 吃到九两十两去了，那又倒欠他一两两了。下一次再报的时候，啊，他又不小心吃多一点去了，那又变成从小微起，成大困境。你明白啦？切断这没完没了。我本来应该吃你半斤的。 算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戒杀吃素。所有欠我半斤的这些污命，咱们生生世世的这笔债，到今天为止一笔勾销。今天是看这冤冤相报的两者之间呐、啊。 谁先做这一桩事情啊？谁先做这一桩一笔勾销的这个事？这一笔勾销啦，这个冤冤相报的链就断了啊。那么，既然他投胎来做畜生，我今天不吃他了，这链断了，没有了，他还照样欠别人。 他照样还得去还债的。那，你国报现前了、啊，该怎么个受报？佛也无可奈何。那么，也许你说师父，那畜生就好得多了。你看鸡二十天，猪六个月，等于是他只活了二十天，被人家这一宰杀死了，投胎去了没有？ 你过去杀生吃肉，吃人多少斤，吃人多少两，该怎么个还还法？就在这一次堕畜生道的时候，慢慢的一笔一笔来算。那就刚才说的，做鸡二十天死了，死了以后，照样投胎回来做鸡。 他不容易摆脱这个畜生道。哎呀，这样的一直轮转啊，一直到他吃人半斤，得还八两的这个债，该现报的已经现报的，还完了没有？还没还完，还有更多的呢，这些。 吃人八斤得还八两，吃人半斤得还八两的这个债，虽然还没有现报，通通还收在阿赖耶识里头，但是他没有这个沙缘呐、啊，那这样子才有机会摆脱出神道啊，给诸位说啊。 受众之后，入其幽冥，改行一道，迷到泥离禽兽冤飞，非软动之属，这三途恶道，这样去轮转的话，不晓得要多少个无量劫。绝对不是说今天掉下去，几年后就跳出来。 你要知道，我们过去造作的罪业有多少？就之前我给大家说的，造一个业像一个微尘体积一样，一个大千世界都不能容受。可见的，我们过去造造作的这个杀生罪业太多。 那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晓得了这因果报应。你前生造作的是因，造作的这个杀业，将来的烧爆，那就决定在三途恶道。报不报，决定要报，不是不报。 时辰未到，什么时候就时辰到了？因缘具足，因就是你无量劫来留在阿赖耶里头的因，缘就是你今天又在造作同样的一桩事情，你过去杀生吃肉。 这是因，这一生你又在杀生吃肉，它本来也是因，但是对这一生它起的另外一个作用就叫缘，因为你这一生的杀生吃肉，现世的这个因缘，去感受到。 还藏在阿藏在阿赖耶识里头的沙音。那你说我们过去生，你杀生吃肉的这个因有多少呢？同样的微尘数，还是一个大千世界容受不下。哎，你说。 这样因缘与具足的时候，果报现前。那么你看前面讲的，穷起孤独，龙盲鹰哑，痴恶妄狂，那个是说，缘具足了，果报现前啦。你这一生，啊。 你来投胎的这个现世报。那么从你这一次穷奇孤独、龙王鹰牙、痴二汪狂，或者我们现在也没有所谓的穷奇孤独、龙王鹰牙、痴二汪狂了，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好生存的一个。但是你又。 极力的在造造这个杀业，没有说一定呃死了以后一定是穷奇孤独、龙盲鹰哑、痴恶妄狂，然后再死了之后才去三途恶道，不一定。只有这个因跟缘一配上的话，死了以后啊，就堕三途恶道去。 而且这一种堕落，在你没死之前，都能感受到的呀。所以，一个人啊，在弥留之际，他已经能够感受到自己将来的果报，特别是地狱道，因为堕地狱的人呐、啊。 没有中阴身，为什么没有中阴身呢？地狱的那个力量太强了，只要这个人才一刚刚断气，神识马上被地狱的这个力量摄受，所以他一断气，神识马上离开肉体，都还没经过这中阴身。 就已经堕到三途恶道去，啊，堕到地狱道去。所以堕地狱的人没有中阴身。那如果是去鬼道投胎，或者堕畜生道的，他就有经过所谓七七四十九天这个中阴身的阶段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处在中阴身，他很明白自己的将来该到哪去。说实在的话，他这四十九天过得叫度日如年呐、啊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这个轨道或者畜生道的这个力量啊，这个业力啊，还没有现前，还。 不是摄受他的神识堕落轨道，或者是出生道的。他以这个中阴身，虽然也跟我们在一起，但是他孤独，我们看不到他。啊，他受这种折磨，一直等到。 他的轨道地狱到这个业业力现报，他才射手去投胎，所以他是知道的呀，但是他得受这种惊慌恐怖的苦。所以《地藏经》里头才讲，当我们家里亲人过世了，在这七七四十九天内。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往生了呢，还是再去投胎做人呢？而如果是投胎做人，那还有中阴身。啊，最怕的就是他是等着堕落三恶道的，出了地狱，因为地狱来不及，一断气就走了。啊，那如果你说师傅他已经到地狱去的话呢？ 这四十九天内啊，我们给亡者诵经啊，或者修种种大善功德，能不能把他从地狱给拉出来呢？不行。国报现前，他就得去现报。那么这个特别讲的是，国报还没现前的话，那就有机会。是新死的亡人。 万一他这个中阴身呐，头七二七三七啊，不晓得多少个七了，在还没业报现前之前，我们阳上的亲人呐、啊，我们给他修功德，什么功德都好啊。那么你说师傅，在那么好的功德之下？ 能不能推荐一两种啊？实际上对他有帮助的，戒杀、吃素、放生。所以我常常对新死亡者的家属，我常常都这样劝他们：哦，你要到佛门来做功德，好啊。 哦，你要请和尚草度念经，好啊！哦，师傅，我自己能念呐，哎，更更更好啊！啊，求人不如求自己嘛！啊，亲人又是自己的，如果只肯自己来念经、念佛或者修任何功德，那当然更好。啊，师傅，我没时间呐！啊，又不懂得念经念佛的，怎么办呢？我常常劝家说。 你就发心在这四十九天内做到这三桩事情：戒杀生，那么你呢？发心四十九天吃长素，啊，四十九天内有机会为亡者放生，你修这个功德啊！你天天为他修这样的功德。 当然了，如果对那个堕地狱的，他不可能从地狱再跳出来，啊，那么如果对那个畜生道、恶鬼道还没有去的，确实能有扭转乾坤的可能，啊，这个心思的王者。 如果他知道阳上的亲人呐、啊，在给他广修功德，他又能生欢喜心的话，他又能生惭愧心、忏悔心的话，那你说中阴身能不能忏除业障啊？能。啊，可惜最怕的就是，当落入中阴身的这个时候啊。 纵然妻子儿女在阳上为他修功德，怕的是他自己邪见业亡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自己邪知邪见不能接受，那不能接受，那就没话说了。那如果这个心死的这个人呢，又还没去投胎的话，他以中阴身的身份。 肯认真忏悔改过，哎呀，过去我做不到，但是你看呢，我的儿孙呐、啊，他代替我啊，戒杀吃素放生啊，把这四十九天的功德通通回向给我，他感恩，他忏悔，只要这个地狱呃，只要这个恶鬼道跟畜生道的国报还没现前，确实有机会。 让他转，啊，不会堕落到三途恶道去。所以，这位佛法讲的堕落三途恶道，我们要明白它的道理，啊，必须得因缘具足，才叫国报现前。那你说，师傅，这个死去的人呢、啊，他应该去？ 畜生道，他应该去恶鬼道，也叫因根缘具足啊。但是在果报还没现前，他的缘又变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阳上的亲人给他广修功德的时候，他自己欢喜忏悔接受，这个就是他的缘，缘的转变。 那还有的救啊！所以诸位，当我们学佛了，明白这番道理之后，哎呀，我们给家里亲人做超度，超度是度死人呐、啊，不是爱面子做门面给世间人看呐。啊,啊，那你说什么时候该超度我的亲人呢？ 越早越快越好，该怎么度呢？最大的功德就是自己亲力亲为，胜过你请别人家帮你度。哎，就是你请和尚来念经呐、啊，那是师傅领导我，不是师傅在帮我。 王者念经呐、啊，然后我连影子都没见到啊，这怎么能叫做诚心的超度呢？啊，那你说我经不会念，我佛不会念，那我问你，戒杀吃素放生，这个你总会做吧？啊，放生那个说因缘，你每一天要吃三餐饭呐、啊。 不过是把你平时吃肉，在这四十九天内转为素食，就在这四十九天内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杀生，连蚊虫、蚂蚁这些啊，我都不杀生。我为什么做这些功德呢？因为我家的。 长辈亲人过世了，我代他们修功德，我代他们求忏悔，心诚则灵呐。那你说这个，花了你多少钱呢？花了你多长时间呢？是我们明白道理之后，我们愿不愿意去做、啊？ 过了这四十九天的宝贵时间，你说四十九天以后再来做，对不起，这一个王者去投胎绝对不会超过这四十九天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他已经投胎到鬼道、投胎到畜生道去了，你再修再大的功德。 再也不能转变他堕落，那你我这个时候再修功德给他管用吗？还是管用？这个时候，不管他在地狱、在恶鬼、在畜生道，阳上亲人给我修功德的时候，他们在受报的时候，有帮助。啊，有的。 暂时休息啊，就是这个苦啊，停一下子。你不要看停那一下子哦，这停个一秒钟、两秒钟啊，对这个累劫在这三途恶道受苦的这个这些众生啊，就好像过年一样啊。啊，他为什么能过年呢？就是阳上的亲人修功德回向给他。 所以，纵然死了四十九天以后，他们同样能得到功德的回向。那么，记住，我们所超度，度我们的亲人啊，我们的父母、祖先、亲人。你不是木间莲，你不是那个梁武帝，你没有办法说一下就把我的亲人呐、啊、渡到倒立天去。你说我们这个度，顶多像什么呢？这功德回向给他。 他暂时休息，过个小年而已。几秒钟过去了，年过完了，照样又要受苦。所以有的人说：“师傅，上去年呐、啊，上个月啊，我才做了一场超度，度我的亲人呐、啊。那这个月还度不度呢？如果这个月还度的话，那就表示上个月的不灵了、哦。” 啊，那如果是上个月都把他渡走了，那这个月就不需要再渡了。那么，诸位，你现在明白了？因为你不是保质公，你不是木建年你没能把我们的亲人一下就渡出来啊，把他拉到刀利天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已经堕落到三途二道的这些亲人呐、啊。 肯定还在三途而道，那么我们修功德回向给他们，这就是免不了的啦。啊，那个暂时休息，让他们过小年，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，但是对他们来说利益很大。更何况是，如果是我们心死的亲人。 还在四十九天内，好好珍惜这四十九天的宝贵机会。只要我们肯带他们做功德、忏悔，啊，不管他已经去了或者还没去，一定能得到功德。 本来应该去的，你的功德转变了他，呃，就算是不能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吧，他那个堕落轨道、堕落畜生道，一下我们要能把他转到再来投胎做人的话，那也就了不起了，能再来投胎做人，稀有啊！ 那你说这个功德修不修呢？决定要修。那如果说他们已经堕到三途恶道去的了，他们的果报巨苦极刑。就如我刚才说的，我们一有机会就要给他们修功德回向。 让他们过小年，让他们暂时休息，啊，年受这一年寿这个刑罚。今天我们明白，这个寿终之后啊，因为杀生的业，堕落到这三途恶道去。 我们佛弟子该如何来面对？同时也是提醒我们自己：如果不想自己国报现前，为什么要等我死了以后儿孙来给我修功德呢？应该是就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学佛人、念佛人，我们就应该。 下定决心，戒杀，吃素，放生，护生，这才真正是体现出你真正在忏悔业障，你发了决心，后不复躁。那你自己在还没。 断气前、寿终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就已经扭转乾坤了，我们就已经改往修来、洗心一行了，那效果更好啊，才不至于寿终之后入其幽冥，去受这样的苦痛。 这一段是讲杀生业后受终之后的烧报。那么你这一个杀生的国报还没有受尽，还没有讲完，后头还有。今天时间到，我们暂时报告到此地，谢谢。 今天以此讲经听经功德，祈愿进宫老和尚法体安康，阿弥陀佛。愿以 <意 S 3> 此功德。 沙。<laughs> 是、嗯